sight. Pitiful. Ha! You forget. Game over! I'm the king of this hill! Make it at least challenging.嗨，我是小歪，好久不见啦，各位。由于之前的行情好像不怎么好，所以小歪就休息了一阵子。再加上本身肠胃就不太好啊，吃完又拉，拉完又再吃。人生就是吃拉撒。总之呢，那也不是重点啦，重点是 MagicFire 纸币上线啦。如果你还不知道玩什么 GameFi， 那我只能推荐你 MagicFire。不要问我为什么，因为。这款游戏呢，只要是以前的 GameFi 老手应该都听过啊。Matrix 最早以前 NFT 发售时，一分钟内就销售一空，并且直接上涨了18倍，直到现在还在持续的上涨当中。早知道小歪以前就不要卖啊，现在已经涨到30倍咯。还有最早期的 OG 级奖杯，价值也高达了20到30的 ETH。总之呢，是非常的有价值啊，而且你想买还买不到。所以说呢，这款游戏在未来的发展性还是挺不错的。那目前呢，纸币已经上交易所咯，如果你有 Bgate 账号，你就可以在 Bgate 这边买得到。我们可以看到日线图也蛮不错的，币值一直持续的上涨当中，感觉可以买一些纸币来投资。怎么说呢，纸币可以用于角色升级、繁殖、开宝箱，也不会让你无限的产出然后导致崩盘的状况。就算产出繁多，也会随着游戏人数而动态平衡，让你去升级宝箱来消耗代币，达到一个货币平衡的效果。那每个赛季也会有赛季宝箱，产出的 NFT 也是绝版的。大约在四五月时，游戏正式上线，40个 FIRE 代币再加2 U， 可以开箱盲盒一次，就有机会得到稀有的 skin， 甚至宝箱也可以产出 MAX 代币，也就是所谓的治理代币啦。当然，你如果开到顶级的饰品，也会产出 MAX 代币。至于 MAX 代币呢，我认为是会蛮有价值的哦。因为目前 Matrix Fire 现在已经有70多万的注册玩家，还有80万的 APP 下载量，所以在未来呢，你可以想象得到一定会有大量的玩家去购买盲盒，或是用于角色升级跟繁殖。一旦游戏开始时大量的玩家涌入， Fire 币肯定也会持续的上涨。 Matrix 也将计划会有其他的产品，比如说呢，这款大逃杀类型的玩法，像小歪我呢本身就很想玩，如果有时间的话。随后呢，也会有其他游戏的诞生，都是围绕着 Matrix 整个游戏的生态，所以也可以想象得到治理代币的价值性。而且在三月中旬也即将举办电竞赛事，相信整个游戏的名号也会打响。如果你现在就想要下载来试试，直接在安卓手机上就能下载得到咯，还可以透过网页的任务来拿到 MAX 治理代币，可以说是早撸早享受啊。你还在等什么呢？赶紧给它尽早埋伏起来吧。最后呢，这支影片我会抽 10U， 只要按赞在影片下方留言即可参加抽奖。我是小歪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